欸，啊，我的枪，为什么我右上角没有显示 UI 啊？应该是这边锯掉就会有了吧？我们现在救到老爸，准备要往上逃了。马克思，当你在软甲里时，你学到什么事？马克思，原来的兽族就是大智的，叫紫翼兵。紫翼兵指挥，而且还利用我们来建立军队。利用我们建立军队，我们等下再来想这问题。 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找凯特的妈妈。凯特的妈妈，马克思，谢谢你。呀，紫翼兵怎么又多了一个奇怪的名字？大只的紫翼兵。哎，为什么右上角没有我们的枪啊？发生什么事啦？先出来再说。哦，有了，出来了，右上角的枪出来了。哦，现在是非常的正常。OK。 什么东西啦？谁住在那个不用看？哦，那边洗屏。哎，雅典娜安安，嘿，索隆头发物有吗？现在没有索隆头发吧？我现在发觉啊，我开这个游戏上来，前面大概半小时都非常的正常，半小时过后就开始冰分了，你知道吗？开始超级冰分。还好现在不会。待会就会了，你放心。 就会跟昨天一样。为什么要？撞这边。破图问题处理好了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结果我说我要去找就没有去找。<笑>哦，我今天忙了一整天啦。天啊！超忙的。哎，我现在干嘛？躲这里。不过希望不要再有这个问题。希望啊，好吧，各位。该死！听着，我们得清光这些兽族外壳。 对，最好再更多紫翼兵跑出水晶之前完成。更多紫翼兵跑出水晶之前。这个把它清掉，我要上这台。好，退后，我来清掉他们。这边有破啊，这不是破图。我不知道。行了，我们可以。出生兽来了。 听起来数量很多，畜生兽来了，我推！哇，来呀、啊！我踩，哦，好爽啊！屌虐中。真是谢谢哦。Yeah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 啊，这里怎么走？很少千军，哦，获得了一个成就。 紫翼兵来了，嗨，你好 ，good， 撞死他们！来跑，撞，这好爽啊，真的舒服。可恶，哇，装卸机被击中了，又爆了！快解决那抓多兽！抓什么？抓什么？抓多兽，这是我们，算了，快生那该死的玩意儿就对了。 干嘛那么想看破图？又是他，这家伙又来了，他要来抓我们的人了。是我的了。喜内。喂喂喂，谁打我？不要闹！啊！救我！ 不要！完了！我的快点帮我射 AI！ 哎，快对，霰弹枪射下去就对了，快点，老爸救我！老爸！他们射超慢啊、哦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老爸干得好啊！怎么会是？哦哦哦！哎，你好！哎哎哎哎！哎，我倒了。 救我！你怎么又来蚂蚁啊？No！啊啊！救老爸！Yeah！耶，终于解决掉了。哎，靠药怎么又来了？哇哦！装血剂也是，好爽啊！ 恐惧值上升中。好，我们就找个能离开的隧道，然后努力回到矿室。有老爸多一个人设啊！
你们到这下面的途中，老头知道垂死之光吗？我知道啊。我只记得路途很长，没遇到大麻烦。我们有回上头的方法，对吧？哦，当然有。我们还没想到怎么上去的方法，好吧？哦 ，JD， 这个矿石运输器，好爽啊！它现在的状况如何？非常好，被我毁了。着火了！继续下去。着火了，爸，我行的。是啊。想办法离开这里吧。动呀、yeah ！马克思，我们下去时有经过这家伙，就快到了。耶、yeah ，就快到了。这家伙该不会有什么彩蛋之类的吧？不知道啊，乱讲的。嗨，安安，各位早。不早了，终于看到直播了，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啊。今天稍微忙了点，但是呢，我尽可能加快的速度。来呀！这些楼梯上去就是矿石运输器了。哟。哎，安安，结果卡住了。我恨你，我恨你。这就是上去的方法。好累个哦 ，What the happened？ 他们来了。凯特，跟紧我。中文好不适应，没关系啦，我就习惯了。好，油箱爆炸了，控制室爆炸了，快点！用飞的，用飞的，很有趣。但不可能，不一定啊！根本在胡来嘛！完蛋了，死马那个什么死马当活马医。失明啊！我跟这计划没关系啊。没事。各位抓住缆线。他把它切掉了。射击！哇！用这种方式逃走也蛮帅的吧？可是也太慢了吧！啊！天哪！哦，看吧，我早说过行得通。还有这种玩法？好主意。我不知道啊。给我看。闪障碍物吧，我猜。这样啊。对。小心！不是啊，没有瞄准的。哦，有了，有了。快清掉！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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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帮忙炸！帮忙射！哎、欸，射那个红红的哦，可以啦。哎呦，我被打到是不是？快塌了！好、欸。我现在发现原来我可以左右左右。天哪！哇，真惊险！我靠，吓死人了。可以左右哎、欸。从身上来袭！哇哇哇哇！速度更快了。他们从上面掉下来。Oh my gosh！ 哇。再提醒我一次，是谁的主意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是半球，旁边瓦斯停住队了，解决一个，快点快点，射掉射掉，两个了，好，松开了，哟 ，Oh my god！ 哇哇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哇，开始往下坠，稳了。玩命啊！哦，我还要这样子是不是？啊！左右摆荡，嘿，嘿，喂，喂，快出去了，看到顶端了，感觉好好玩啊！我们还是没停住。老头好芒果。什么东西打掉？天花板这个打掉，哇！我要被卷进去了，好玩呢。谢谢大家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我被卷进去了，然后我卡住了。谁在生气呀、啊？哎、欸，闪退了、欸。顶住！我们没顶住。哎、欸，没有闪退啊。哇！喂，我们停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还说我们不能飞？我是不是了？
字。啊，为什么不把我当人看？嗯，我没有不把你当人看啊。是哈。对啊。老爸晕车，还好吗？老爸晕车啊？好，我不知道，乱讲。听着，去打另一个蜂巢之前，我们该想想后援的事。什么？你是指吉恩？吉恩、是朋友。朋友，拜托，不要是他。要找他，就代表得稍微绕个道。绕个道？我们救你时绕了道，你会怎么样？凯特，我早说过，你妈没……没错，你可能早就变成一滩黏液了，或者更惨。哦，拜托，要比一滩黏液更惨的东西不多了吧？我们要去找他，马上去。急着找母亲。爸，那是他妈妈哎。那个埋葬地是这里的两倍大。你也碰过同样的事。你有等后援吗？意见分歧啊！可恶！老爸说要找后援，是啊、哦，但是我们觉得不用找，不得绕道，我们要四个人再铤而走险一次。说什么啊？你们从这里看不到，铤而走险。他在水坝的另一头，来吧。变态啊！水坝的另一头。那王爷顶端的四个家伙是谁啊？谁都不是，他们代表四种能源：水、风、太阳、天然气。哦，梅伊姆能源好吃吗？伊姆能源。哇，还有那么老、啊、难以置信，还有那么老的东西存在。是有几样东西还存在。不久之前，我在查兽族埋葬地，可以好好的吐槽了。哦，只是四个可以的。有好几十个。甚至可能有好几万，他们不可能全被感染，对吧？无论如何，那个字被卡掉，我跑太快了。那个如何能让我们进水吧？该死，黑人哥表示快进去啊！又是封焰的，那我们得快走。靠近维修塔之前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并不多。这边应该有大量的兽人。是风永族又来了。赶快在封印抵达前解决他们。哎呀！我们没空管这档事。嗯、好了，不要闹了，他妈超危险，我都这样子跳，会很惨。我问你的管家。靠药哎、欸！怎么会这么多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会瞬间移动啊？发现兽兵，准备要杀敌了！靠，越深越东。进攻朝鲜了！我需要弹药，快点下去河床那里。那许散弹枪。有弹药。两截了、嗯。没有。我的妈！魔力！快救我！快 ！Oh my God！ 我来帮你了。没了吧？这边要加一只。丢出破片手榴弹，弄死他！滚！守在那边。就在前头，别停下来。他说别停下来，我去哪里？我去这里啊。谁来帮我一下？会有记录档吗？会啊，会有记录档。不行。我要说什么？看一下。好玩啊，哇！暴风面来了，没破毒还可以啊。又来就是这个，别让他们碰到你。哎呦，我们得快去塔台。差点碰到我。该走了。走边边就没事了、啊。继续前进。好，有事，死了。这不是你玩过的那个，很像。啊，就一样的东西重做一遍嘛。一样被躲风焰啊。我们得快去塔台。
好晃好晃。开走吧。继续前进。Oh my god！ 等下这个。天哪！就快到了。哎，不要那边乱掩护啊！各位，快点到里面去！先编掉好了。哦，干你老公，嘿，干你阿公黄志文，嘿，编掉刚好而已。不要在我团在团，不要在我聊天室那边乱，好不好？不要吵架。啊！他要他啦！喂。编起来。第四幕第三章，有人在吗？不在。他讲的、啊。大家还好吗？啊，应该是。我在啊。人在心也在。可是我们上去的路不见了。前面还有一个服务塔台，跟我走。前面还有一个服务塔台，然后等一下又再遇到风焰，有没有？是整个行星想要杀死我们啊！天气就好，绝对不是只有你。冷静一下。上次我听到时，卡把坏天气怪到行星的地壳破洞上。哎，开始破土了。今天有机械鸟掉下来了。嗯，刚刚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图案怪怪的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我们当时回来的时候那些机器人的残骸吗？绝杀散弹枪，可是这个只有四发而已。很好，呀！直法突击步枪狙击，好吧。等下应该要打，又是兽人。小剑族来了！哇，又是大只佬。现在不行了，他们太强了。这挖不花刀。他们越来越强壮。好，再来跟谁？他们越来越强壮。哇，这些放了不知道什么技能，让这些……收到。我靠！怎么啦？我没赢啦。你看我现在火水深火热吗？玩这个我没办法，这边听一些有的没的、啊，每分每秒都要专心呢，不然就要一直死掉了。我跟你讲，对啊，我得学会数射击啊。好，碎啊，又倒了。自爆吗？我要把它锯下来了。我要死了。怕什么？你是有什么事情迟到了吗？嗨，你好。你已经是历史了。这边有一只。一个虐杀。安全了，我们进到塔了。刚刚是我被虐杀，现在换我虐杀他们。死掉怎么去啊？去新的啊！有要拍《魔物猎人》吗？近期内不会吧？虽然没办法抖内，但是可以把每部影片放到群组，想办法让人抖内给你。哦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！啊，真的，但是希望你的分享是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哦，这样子我也不是我哦，不是生气啦，不是我所乐见的，你知道吗？生气哦，对啊，没办法抖内，我也不会怎样。可是你不是说要分享，多分享？分享的前提是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嘛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人家每天早上一起床一打开，干怎么那个赖全部都是老头的影片。哦，本来不认识，然后现在认识，可是觉得很不爽这样子。为什么会不爽？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怎么看到那奇怪下面老头的影片，打杠底的刷屏，哦，那个赖全部都是老头，啊、到底是谁？哦，看到就还了呢。哦，然后就变黑粉了，有没有？然后跑去我的聊天室下面骂我。哎呦，哇，这一只第一次看到，我靠，这是什么？星星。
哇，破土了！好可爱啊，变这种颜色。放回洞里去！放回洞里去！新怪，新怪。对啊，他爆开了，这才是他的弱点吧？哇哦！他是金刚综合体吗？来，哎呀，爆开了！啊！打开才能射！打开才能射！哦，我知道，原来是弱点。啊！是我的了。打开才能射，等他打开，快打开！鱼啊！对，没错，打开。怎么啦？没空，没空啊 ！Oh my god！ 来追我，我现在拉仇恨值。打开，好像方舟金刚哦，只是他没有脚而已。快了，快跑！哎，绕圈圈游戏。胸前射击！哇！哦！哦！哦！嘿嘿嘿！水啊，合作无间。好，大家伙死了！大家伙死了！他根本就是会走路的航空母舰。走路的航空母舰。我们走吧。破图头了。改成破图头，嘿，又卡住了，棒！看到老头玩之后也买来玩，期待9月10号的五代。还有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我也蛮期待五代的，但是不要再这个样的质量了，拜托。为什么要问电话？啊，什么电话？喂，对，苗延安，马可斯，一起走吗？当你跟卡格在这里时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水坝提供电力给卡克仅存的工厂，我在他倒塌前抵达。什么今后进攻任务？数十位战士被困在里面。那你怎么救出他们的？不然去看一下。我没有。他刚说什么？没注意看剧情。哎，小燕安。天哪！这些封印让水坝严重受损。好，我们来找维修店。现在是第五章了吧？是不是？还在第四章。看来你很在行。今天可能要超过12点了，我觉得。现在这是另外一个兽族的埋葬地。这边搞不好更多只，总共20楼，夸张。真令人惊讶，没电了。如果我们能帮主电路充电，备用电力应该就会开始运转。我们只需要能用的涡轮，还有转动涡轮的方法。老爸不想理我。或许上一个还能用。没东西的时候就叫爸。不过或许风能让它转动。爸，就走吧。这个什么？啊，准备要再开战了是吧？风永族粘住了机器。射掉。风让它转动了，可以开工了。Yeah， 我们回去电梯那里。好，敌人就来了，你信不信？哇哦！该死，是畜生兽！都在想要咒骂他，林北养你这么久了，你还怕我？结束。好了，他们战舞剧情的比战舞的剧情比较好。战舞不是还没发售吗？你怎么知道战舞的剧情比较好啊？五代不是还没发售吗？哎，我不掉下去啊，不会。五代不是下下礼拜的事情吗？老头，你这游戏你感觉怎么样哦？就还不错啊，除了破图跟某一些动画会卡之外，
我觉得都还算可以啦。啊，搞什么啊？电梯还是没电。电梯还是没电。旧电路可能无法处理电力图针的情况，他们需要重设。这代表我们得分散，发电机或操作甲板，你要选哪个？好，开始选了。JD， 你来决定。操作甲板。你要哪一个？我想要发电机。其实我觉得没差哎、欸，好，去发电机好了。好，戴尔凯特，你们去操作甲板，发电机啦。有预购可以提前玩一小段，真的假的？你要预购了吗？还没。凯特，晚一点来预购一下。认出来对吧？这是蛮安全的假设。刚好这破台可以接五代啊。这破台可以接五代。快掩护我们！这里先压再说。完成了。凯特出问题了，他没重新启动。再等他一下。哇，李宇相啊 ！Oh my god！ 水坝的电力恢复了。Help me！ 要不要下来？马上来。先跑了我。危险，危险！啊，总没有人站在上面帮忙射啊。绝对不会是一撇，一秒化怎么可能不会是一撇？两撇吗？三撇？我靠！哎，舒服啊 ！Hello， 哦呦呀！啊，等一下会自己上去，要、啊、等一下自己上去。我来了！不，哈哈哈哈！救我！刚死你！哎，好爽啊！干嘛？你懂他屁屁？对啊，羡慕吗？羡慕啊！攻杀小，你写攻杀小，你好凶啊！啊，我没有凶啊！啊是啊，好，我们回到电梯、啊。我们现在应该要回去了吧？会是火柴人？死一兵来了！来了！嗨，不会动哎、欸，这一只。为什么都不动啊？越来越强壮。哇，他们感觉打禁药这样子，放完就死是怎样？要爆炸啦！哎呀！吉米是水流弹 ，nice。旁边水流弹，要爆炸了！我来了！我回你的地洞去！我来了！来了！还有谁？None。真好用啊！我们回去维修电梯那里。好，老头，新版 ARK 会玩吗？当然会啊，十二月号吧，十二月份，十二月号是什么？十二月份，当然是等他出啊。你们刚才做得很好，每个人都是。他可做对了一件事，就是训练你们两个。我正要说你，是你爸教你这样战斗的吗？是我吗？还有我叔叔奥斯卡，他也是老战士。奥斯卡挂了。盟友族抓了他。盟友族抓了他。我很遗憾。踹。他没有踹。我以为他要踹说。电力应该开始了啊。那就希望风继续吹吧。那是他的技能，可以让兽人变强壮，跟打人变痛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全身发光这样子。真好，为什么我们的队伍里面没有这种人呢？鼓舞一下士气啊，移动速度、攻击上升之类的。那个已经是禁药了。啊，他们都可以禁药，为什么不行？不公平啊！因为这个关系到现实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兽人不现实，我们就不能不现实一点吗？要不公平啊！对啊，我想嗑个药之类的啊。这已经算是。走这里吧，总算电梯有电了，可以，我们终于可以上去了。来吧，水。
可以爆雷吗？没关系，我们都快结局了，还是不要爆雷好了。好，学霸顶端，今天一定会玩到结局的。雷起来！我想要看老头了，好不好？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啊，已经讲了，奥斯卡没事啊。好吧。有完没完啊？我觉得这雷还好。反正其实我玩这游戏只是想要杀僵尸而已。来吧，从这里。我想放松。不是杀僵尸啊，讲错了，想要杀这些兽人。放松。好，剧情部分我就是没什么在 care 的。看来我们已经上来一半了，就稍微看一下这样子。我们试着不要吵醒任何东西。好，不要吵，我们继续走。没有吵。那又怎么了？啊？什么？哦，请进。又是这家伙。